看到地下头遐天枪顶来，我要天枪顶，啊，怎么看两只总一只偏咧边仔呀？啊，因两个只是拢为对方向过来。我看的时阵，两只都终于汽车都这边夹出来啊。手机对也弄着。总之电车。你那边遐了对啊？天香顶啊，红顶我直接变过来啊！嗯嗯本分队哦，4:12接获海淀路四段跟台江大道口、台江大道三段有严重车祸发生，并且有火烧车事件。本分队立即出动111、115车辆前往救援。我们在海淀路四段要到达台江大道口时，即发现，在台江大道路上有大量浓烟冒出。右转台江大道时，即发现远处有两团火光。人车接近时，发现两部4小客车均已起火燃烧，全面燃烧。那据现场大拖车司机目击者指证，两部车撞击后，人员均未逃出。那时候，燃烧伴随着爆炸声及火焰，消防人员就采取适当距离实施灭火。灭火完毕。发现两部车里面均有大体，经警员联络加持到场确认，马自达小客车有遗体两具，那麦拉伦跑车有大体一具。社会频道开张喽！想观看丰富系列报道，请上 YouTube 搜寻中天社会频道，看到中天社会 logo， 点进去就能开始观赏精彩影片。请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分享哦。如果您觉得还是太麻烦，赶快看这里旁边圆形的中天社会 logo 就是频道传送门，别怀疑，赶快点进去，首页就能看到52小组系列影片，有会客室、老 Z 调查线、捐箱聊虾米、别阴阳、中不中心、白岛出任务、南部中心 BOSS 工作室，丰富内容千万别错过喽！搜寻中天社会频道，欢迎您一起来加一。